11月19日，中国男篮为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已经集结，晚上举行了赛前道歉会，不是赛前动员会，队员、教练、领导都做了讲话。大家看到这份国家队名单时很有意见，说为什么有刘伟伟就没有杨明啊？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嘛，这不是还有老舒在吗？况且刘伟伟毕竟之前担任过国青队助教的。会议主要内容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关注，重点问题放在了几位球员的道歉上。首先是郭艾伦和周琦在3月份参加综艺节目吐槽大会，相信大家都看过，这期视频让范大将军着实又火了一把，节目中金句不断，我上去用脚都能传给别人，你拿个手都不行，拿一分啊，篮球只拿一分不容易的，我在家门口都打成这样，脸都不要了。节目效果是有了，可是却深深刺痛了球迷的内心。中国篮球什么时候开始和中国足球同日而语了呢？由于这一期节目给中国男篮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后来吐槽大会宣布原本已经录制好的下集因剪辑时间不足而被迫停播，但其中肯定是有关部门干预的，大家都明白的。另外赵睿的事儿大家也知道，就是前两年男篮世界杯中，当时中国男篮被淘汰后，他身穿印有 USA 的衣服出现在公众面前，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次能再次进入中国男篮，赵睿表示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全力以赴证明自己。周琦也在今天起身前往日本与球队会合了。另外苏群有料爆出，已经有 NBA 球队开始关注周琦了，前面打的都是季前赛比划比划，下面正式比赛可要真刀真枪了，好好加油吧。其实参加综艺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没毛病。刘国梁、郎平、林丹，包括杜峰都参加过综艺节目，挣钱嘛，不寒碜。但问题在于，这个节目在网络上被断章取义了，只截取了范大将军吐槽的那部分，来听听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对我所有的吐槽，我都欣然接受。你们可以说我打的差，但是我代表不了中国男篮。今后我一定认真训练，认真比赛，为国争光。用实际行动向球迷们证明，只要我穿中国队队服一天，我的山东队在巩晓兵下课之后，目前战绩着实一般，很多山东球迷还是都希望巩晓兵能够回归。而巩晓兵的下课似乎和四字外援有什么微妙的关联，但是咱也没证据，咱也不敢乱说。最近有媒体报道，他出现在山东男篮体育馆，正在单独指导训练15岁的年轻女中锋张子宇。张子宇的身高已经和姚明一样高了，但并不是巨人症。上次在全运会，他代表山东 U15 女篮获得了全运会少年组的冠军，单场狂砍42分、25个篮板，并且成为了最终的 MVP。他在这个级别就是降维打击，完全碾压其他球队。所以说，张子宇是体育局和篮协重点培养的篮球人才。巩晓兵对他的特训也是特别认真，希望他能成为李月汝、韩旭那样的顶尖中锋吧。另据澳洲媒体人的报道，上海男篮的李洪权近期会加盟墨尔本凤凰队，周琦将迎来新队友。李洪权可以说是加强版的李根，效力于加拿大高中联赛期间，他场均可以拿下 24.8 分、1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并入选了当赛季的全明星赛。可是在 NCAA 的第一年，平均上场时间也只有12.1分钟，场均只能拿到4分、2.1个篮板，只打了一个赛季便回到了上海。因为不是青训出身，李洪权和上海签下加盟协议后，需要先打一年青年联赛才能正式登陆 CBA， 于是被李洪权拒绝，这才再次转投海外联赛。墨尔本凤凰队究竟是看上了李洪权的球技，还是他背后的商业利益呢？其实这都不重要，对于李洪权而言，能上场能站稳脚跟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一键三连关注灌篮频道，后续为你带来更多更有趣的篮球故事，咱们下期再见。